高达120位清海学子通过剑桥英语认证，创办人陈主任举杯与学生同乐，展现师生互动凝聚力。我觉得学习语言要有兴趣跟信心，我会给孩子时间。对，我觉得这就是我们青海跟别人最不一样的地方，就是有一个比较活泼的环境，让你可以跟别人去聊天，去通过对谈去比较增进一个实际上实用的方式。青海分校参加剑桥英语认证，学生人数在台湾名列前茅，更成为新形态认证领思测验的准备示范中心。这一次的合作呢，其实呢也是因为青海的陈主任一直以来都在走创新的英语教育，测验现在都是用 AI 的方式，线上测验方式来进行，主要的优势就是它能够即测即评，马上考试就进，非常快速能够拿到成绩。领思测验针对108课纲申请大学得以纳入学习历程档案，对于未来职场上的语言能力也是一项加分的竞争利基。剑桥认证中心考官也提供学英文的基本功。It's important to find a good school, that provides, good educational opportunities, and I think, well, a school like Qinghai. 好的学习环境造就优异的英文实力。今年犒赏学生的好表现，青海文理特别颁奖表扬，也在大饭店准备精致丰盛的 buffet， 陪大家提早过耶诞、新年。iMedia 采访报道。